人的一生当中，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睡眠当中度过。因此，拥有一张舒适的床和温暖的卧室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在这个度过人生三分之一时光的地方，却装扮得平凡无奇，那不是非常无聊吗？国外就有许多网友分享了一些极具特色的卧房设计。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入睡，真的会让人体验到与众不同的感受。古代贵族风的卧室，小心不要夜里翻身掉进水里，这是床还是陷阱？宝宝也被吓到了啦。满满的中国风，这也太夸张了一点。很有未来的感觉。非常实用的阅读灯，用皮卡来改造的睡床，享受在草地上睡觉的感觉。在他的口中，真的睡得着，住在山洞中的感觉。熊熊陪你一起入睡，这看起来像是安娜贝尔中会出现的睡床。邓可金的床，小美人鱼的床，也太简约风了吧。我是蝙蝠侠，石头床加培根床单，这好像有点不太吉利。上面的造型很有感觉，这里竟然也能睡。森林中的卧室。